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牛奶哥哥，我是果冻姐姐。蓝莓姐姐，柠檬哥哥，哈密瓜哥哥。害怕树，红红脸，红屁股，东抓抓，西抓抓，喝口水咕噜噜。小猴子爱爬树，不太喜欢走路，妈妈的肚子是它的树。看迷人的海豚乐团，踩着浪花滑到大海。
是可爱的小花妹。哈，我是亮亮。彤彤姐姐，今天要学什么礼貌呢？今天我们要学的礼貌就是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插嘴。别人说话的时候不插嘴哦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妈妈常常这样跟我说。哦，那是因为亮亮你常常插嘴吗？我不是插嘴了，我只是想跟大家一起聊天而已呀。这样啊，那我想一想。哎，亮亮，你上礼拜不是去游乐园玩吗？怎么样，好不好玩啊？哇，好好玩哦！我坐了旋转木马、云霄飞车、嘟嘟车。哎，那你有没有吃爆米花？哎呀，有啦有啦。然后我坐完云霄飞车，还坐了摩天轮。哦，还有啊，去游乐场一定要吃热狗的。你那天有没有吃到？哦，彤彤姐姐，我还没有讲完哎，你不要一直打断我好不好啊？亮亮，你生气了？一点点啦，你一直打断我讲话，很讨厌呢。所以别人在说话的时候，一直有人来插嘴，很讨厌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真的很讨厌。所以你也体验到咯，别人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插嘴。嗯，好棒哦。可是亮亮啊，如果今天你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这时候到底要讲还是不要讲呢？当然不能讲啊，因为别人在说话不能插嘴。这样不对吗？当然不对啊。如果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可以举手啊，你可以说对不起打断你，可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，这样子人家就不会觉得你没有礼貌了。哦，这样我懂了。那下次我们再来学更多的礼貌吧。拜拜。